七月初八，的士师傅。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，在这无信的人，和这世界的神，拢痴迷了因心灵的目睭，无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伫因人。基督本是上帝的像。根据2019年特别的统计，新加坡大概有185,000只的士，有40,000+人有这个的士的来生。华人占了55%，中间信主的少过10%，大概是500人。为了生活，的士司机大部分的时间拢伫咧买车路换车，特别是这个拜六礼拜，搁较无闲。因此，因人无机会到教会去听福音、领八主。伫这个中原做的期间，因人真侪拢参加了这个拜拜活动，来求平安甲发财。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讲，咱人知影伫这个世界嘅神撒旦，拢痴迷了人心灵嘅目睭，和基督嘅福音嘅光无办法照伫一人嘅心内。基督就是平安嘅君王，一来是要赐予人。特别是的士师傅，内心有平安甲丰富的活命。咱三甲祈祷，求主打开的士师傅心灵的目睭，予因人看到了生理甲平安，就会晓归荣耀予咱的真神上帝。奉耶稣基督的名。和的士师傅看到了自己灵魂的平安，这是真正正宝贵，并且有机会听到福音临拜基督，得到了真正的平安和满足。阿们。